走了。这一切都是我们的罪过。创造模式没切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啦，我来看哈基怎么样大战他们三个人。哈基没办法啦。哈基，哦，哈基还要过去哦。对啊，他还想过去哎、欸，很猛哦，很勇哦，这个勇气值得赞赏。哎呦，啊、对射吗？其实他们可以直接盖过去啦，因为这角度他们也不会被射下去。啊是啊，就一个人盖一个人瞄就好了，还有一个人还可以纳凉。哎呦呦呦呦，有了有了，小帮手马上盖，马上被打。有，而且他们那队应该还有水啊！哎、啊欸，小帮手飞了，飞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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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好快哦！他没有想过这点吗？小帮手飞过去啊！你在该跟我搞干嘛？哇，那摔很痛啊！他刚啊，应该直接飞过去打哈记得。对啊，他保守了点。那剑不在帮你的啊，小帮手。然后就继续努力盖。喂，哇、哦，他很面包。队友支援啊！音乐支援他。哦，女巫，女巫，阿基的女巫，可惜没办法，没做事。也要继续往前。隐约呢？隐约不是有攻吗？哦，哦等下那个女巫扔到水，扔到哈基的样子。哦，哈基扔那个速度药水的样子，好快哦！哦，啊，被打下去了。哇哇 哇, 哇！所有的怪物都没有用，靠自己。一个脚底抹油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上去吧。好，太快了，那心结药水，脚底抹油啦，心结药水丢到自己、啊。那刚刚那场我要先自首，开场的时候那个模式没切好。是创造，我把那个繁星射下去，然后持续的射，就觉得、欸、好像有点爽，哎、欸、哎，创、欸、造已经爽两场了哦，你够了，没有，马上就遭到报应了，我一切回来，马上就被射下去了，才发这个人爽两场了啦，没有，我那时候应该也没有被射到，所以才没发现，嗯，超怕死。我跟你们两个从头到尾前面，小王在打人，我们那边，哎、欸，我这边还有钻石，哎、欸，还有个青金石外下。我看到你们要超狂的，啊，要不要附魔？要不要附魔？哎，我这里还有不要青金石，我有附魔牌、欸，哎，我现在没有铁，你有没有用？然后你们说，团团招出来的那个枯弓都是间谍啊。射一箭就摔，就自己跳下去，然后还有一只，一个是两只互射一下，然后一起跳，就一起下去。傻眼，我知道应该往前走啊，我就往前面走一下。烦死了，自跳啊！可恶，可恶！白色，白色吧。那么一绝对不用动啊。一直在中间一度没见死，然后一直在跟团团借箭死。我们也在跟团团借箭啊！我在那边烂炮兵射不到你们。团团在送大家箭死啊！人真好啊！开场只有一只，还是从人家那边吸来的。我们开场只有一只箭死，打到后面我们有六只箭死。六只，我买了一组。打完团团之后变九只。越打越多只啊！来继续抽，小帮手又固定了，哦、就固定那两个，一个虾妹，一个是抽红的，蓝色，红湖虾妹，繁星，来来来来来，啊，蓝的虾虾没了，哦，虾虾帮没了，我是橘的，可以三个轮，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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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剩下人家都橘的，橘的，耶。好，其实都不用动啊！哦耶，走走走，走走走，杰克加油啊！可以啦，刚是我射下去的，好、哦、就是你，好 ，good， good good， 然后那个模式，有有有，没问题，好，有切换切换，我这场我要当弓箭兵的，我就什么都不买，弓箭就好了。弓箭，弓箭，
对啊，剑真的很好用。我想看他们附魔的，哎呦，钻石很贵耶，10块钱。所以其实要用附魔也还蛮贵的。嗯，不便宜啊，还是买个防身好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是战斗套包。嗯，怎么已经有人在喝药水了？为什么被人点到吗？为什么现在就有水喝？面包也要记得买哦，面包很便宜。面包金，面包只要1块钱啊，可以啊。好了，弓箭兵。好，看一下哦。我没有买方块。哎呦，附魔台跟团团拿翅膀哎，跟铁簪，翅膀还好啦。翅膀。来来来。杰克 OK 吗？可以可以，我先盖一些，我后面放水流，最后面不要堵到。收到一个人，可恶！哎，那个都没有，哎、欸，喂，有有生成，那个人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的那个防护，有钓竿有钓竿哦，他们拿钻石矿当防护，我的妈！这么猛，他们又想要搞附魔了，射他们射他们！好远哦，好远哦！我去中间哦。可以可以，好。你、欸、你要那么快吗？我到了。啊好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，赶快盖，你赶快盖。还有30秒，我们稍微支援一下你，你赶快保护自己。哎、欸，感觉都没什么射到，呜、哦，被射到了。OK OK。这一个角度，现实，哦哟，看一下哦，怕水流有点远，应该还可以。我先往前多盖几个。哦，你有水是不是？你在弄无限水吗？对，有了无限水源了。漂亮漂亮。哎，脑鬼不能用吗？脑鬼不行，其他都可以。脑鬼太凶啦、啊！哎呦，红队站起，站高高，团团团团有掉到水流。杰克，你看一下红队那里，他好像爬上来了。我先努力往你那里走。弓箭啊，他们在射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走2发。啊，你没有箭矢？嗯，我那时候是直接带攻击的。哎、欸、哎，到不了哎、欸，这么短的距离哎、欸。哇！哎呀！哦，你就这样下去了。对啊，我以为那个，哎呀，才几格而已。哎呀 ，sorry。嗯，他这边真的太短了，以后知道了。可能5、6格就不行了。那问一下，狼会咬骷髅吧？啊，我记得会耶。可能会。就别招了。毕竟那骷髅算是野生的。NWNWNW。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谁？我下面是有人。有人，你下面有人哦。下去了。团团团团是团团、哦，你可以射他。他拿了TNT往上。他下面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另一边，另一侧。宝箱面向那一侧。宝箱面向那一侧碰到他了。对对对，射他，他没有盾。他想要上来放TNT，你小心哦，你小心哦。我觉得你可以在家里那里射，对对对，有有，漂亮漂亮，哎、欸，你小心你小心，哎、欸，你这边可以直接射他，你可以直接射他，他在你前面，他去，他那个样子超好笑，还有 Enderpool 还有 Enderpool， 我觉得你在水中把他射死了，算了，他还有半条血哦，他要上来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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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他那个姿势超好笑的，超好笑！我看他那边左扭右扭，嗯，有啊，他自己把水流前面也放水，就不用怕了，你就可以盖到中间去陪。哎呀，陪杰克了。有没有红队也在帮我们射？他射的是谁啊？射你啊！
团团刚刚在游泳超笑，哇！你这样放不会挡到自己吗？跳啊！跳！咦，自己弄跑酷，骷髅掉了一个头盔。中间的弓还有别的吗？哦呦，这么两把。有，他自己到中间就可以了。加油，小心有人在射你哦，你最好举着盾。我有盾。对，不然再被射到就会噗。很没铁针哎，因为两个强力一。哦，每一关有的不同，这边只有附魔哎。蓝队，杰克，我觉得你应该射得到吧？他们在往另一边走喽。你是没见识是不是？我走两发。你有火焰了吗？你来炮兵，你可以盖好再射吗？还有，哈基，你要不要先到中间？小心，哈基，你先到中间跟那个、啊。杰克拿弓，他有强力的，他有多一把。好，这样就不太会浪费了。有人在射你哦，要举盾。繁星，哇！熊爸爸，熊爸爸。哇、哦！另一边红队在努力的挖钻。哇！他们到了，他们到另一座岛了。哦，有消刺哎、欸，给的东西还不错。还有剧毒药水，还有一发毒箭哦。哈基还行吗？哈基，你还在游泳啊？可以，应该是被射下去的。小心，小心！杰克，你那边哦，你有翅膀，那你可以帮忙盖，对。有了，哈基，可以了。哎呦，可以直接跳过去了。哎呦，漂亮！这给你。我们中间还是可以先放个水流，以防万一。别别，这三个给你，还有弓。好，那箭矢有多的也可以给一下杰克。嗯，可以分一下。箭矢，你几颗？我给你13颗，丢地板。地板哪里？你有吸到啊？哦，有。繁星站高高可以射，另外两个人在另一座岛了。可惜没有火焰的。隐约又在全套钻石装，好扯哦！繁星走过去了，对。然后他寄这给你，金苹果3颗。好哦，我的食物没了。那你们也可以超多面包，我这还有很多面包。哦，分一下。有。你们如果食物或箭矢不缺的话，也可以去别座岛拿，趁他们在有没有僵持住。不要踢啊，踢是 team 吗？还是什么？吃。哦，我还是 team 的。虾妹，繁星叫你吃啊。箱子也有面包，还有金苹果。哎、让自己有优势，要补满血。这还是射得到的啊。有。他们就陨月全套钻石装，其他两个没什么装备。加油！我觉得他在骗我箭矢，隐约是在骗箭矢啊，因为他防御高、啊，不过他也被射一半了。他被射到的话，那个箭矢就不吸不起来了。对，只要能够射到就是赚，消耗粮食也是一个方式。我剩31个，红队剩一个，留下好。嗯，哎、欸，他帽子不见了。哦，因为白天了。哇，他头盔不见了！对啊，他们其实都是有戴帽子啊，然后帽子都没了，帽子也不见了，时间都到了。你们还有 Ender Pearl 之类的吗？没有。你也没办法咻过去打红队。坚持！僵持住了，慢慢来。啊，所以这狼是野生的，好，哎、欸，有骨头，有骨头、啊欸，有了，对，第一只。哎、欸，抓回。在。